吴磊努力融入球队，在加盟西班牙人后，吴磊主动融入球队，也得到了队友们的接纳和认可。在吴磊完成首秀后，队友伊格莱西亚斯就在吴磊的社交账号下进行了留言，并且用的还是中文，虽然语言交流存在障碍，但吴磊还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融入西班牙人的更衣室。比如赛前与队友击掌鼓劲，队友进球后主动过来庆祝等等，而队友们也给了吴磊一些反馈。队友在社交媒体上与吴磊互动，赛后吴磊在ins上晒出了自己西甲首秀的照片，并配文继续努力凯飞艇。而队内的最佳射手，西甲打进九球排名射手榜第八位的伊格莱西亚斯，则在吴磊的图文下用中文留言，来吧朋友，并且还配上了加油和熊猫的表情，辅助